毛蛋不是必会的吗？我有打过麻将，可是是当下他们就是立刻教我的那种，然后有幸赢过一两把。可是你现在叫我打的话，我已经全部忘光光了，而且我只会最基本的那种牌色吧，我记得那时候。对，好像都有新手运这种东西哦，也有可能是在让我。